咱真的别再当冤大头了啊、哦！去商场、超市里花大几十买水壶了，咱家小茶日记大品牌的1100毫升的大容量，直接给咱做到16块多就给咱包邮了啊！都是加厚的食品级材质的，老厚实了，又耐磨又耐摔。听这个敦实的声音啊、哦，即使给家里边的孩子使，你就叮咣五六在地上摔，啥事也没有，老结实了。一键开的设计啊、哦，贼拉的丝滑，特别方便，而且它密封性超强，你看了吗？滴水不漏，它整体都是一个渐变的颜色，既时尚又简约又大方，无论你在家用或者是运动、旅行、出门、户外活动都合适。它这个袋子也完全给咱们设计了成这种渐变色的，有一个可以提的小提手，还有一个可以斜挎的长的这个袋子，都是可以调节的啊、哦，而且还送一个咱们这个刷杯子的小刷子。这种时尚简约的款，我觉得无论是男生用、女生用，或者是说家里边的孩子上学带着都特别合适，而且它这个大容量呢，你真的是接一次能喝上一整天了，它这里都是有一个小锁扣的，你不喝的时候，你直接把它扣上，直接把它给锁上，放到你的书包里、运动包包里、旅行包包里，你就随便弄啊，完全不会洒，特别的安全。水壶还得买大的，姐妹们啊，这个大的用就是得劲儿，可以时常提醒你多喝水，夏天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啊。日常你在线下买这种大毫升，咱家这种材质的，没有个大几十真的下不来。咱家小茶日记大品牌的，居然做到了1开头10几块钱就给咱包邮到家了，老合适了，姐妹们。这个无论你夏天出去玩，领个孩子，你来上这么一桶啊，大人孩子都够喝了。还有这个小背带，你到时候一挎上，非常的方便。这个材质真的老好了，姐妹们啊，家里边没有水壶的，或者你需要换水壶的啊，强烈推荐这一款，简约大方时尚，就是你什么年龄段使都一点违和感都没有。你看就这小颜色，家里边的你看爸爸妈妈是不是给老公买，男生女生使是不是都特别合适。